物会伤脑，选择饮料要注意。脑袋它这种神经细胞，它本身需要一些油脂类，那基本上你要有好的油脂，那这不好的油脂炸出来的东西，它基本上容易叫油脂变性，脑细胞都会受损。所以用好的油炸就可以了吗？尽量搭配的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汁，它可以帮助你赶快把一些不好的油脂赶快把它代谢出去。对啊，有吃咸酥鸡配芹菜汁。老是忘东忘西，是健忘还是失忆症？帮你醒脑找回记忆，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但最近不晓得为什么有时候跟我讲了一件事情，甚至交代我说，哎，回来了对不对？路上待会买一罐酱油，顺便回来。讲完电话一挂，我回到家什么都没买。你别说，刚要来录影，我都走进来，发现怎么麦克风没有别呢？对，走到里面才发现，哎，奇怪了，我们怎么会这样？是啊，很容易健忘哎。哎，我们两个这个正头，镜头哦。哎，这算是健忘还是算是失智啊？失智就严重了，对，要来分辨一下，对不对？分辨哦，好。那这个呢？要问谁啊？哦，换我要问是不是？要问王医师了。王医师为了怕健忘或者失智搞不清楚，特别弄了一个板子，还有他王医师会按照板子慢慢讲给大家听。连你也会担心？基本上其实我说实在，其实很多事情是因为昌明很在意老婆，老婆交代事情会怕忘记，可那时候又有其他事情，所以老婆常常交代我说也是这个时候，所以说其实健忘是因为你那时候额外更新的。不是说你不在意，那其实健忘跟失智它是个很大的差别。失智这个智是包括什么？不是只有智商、智慧、智力，所以它是一群很多的事情。那先看本身说，如果说健忘的话，说你偶尔忘记东西在哪里，对。可是当你会想到，哎，好像有人提醒我干嘛，你会想得到。可是我真的开始到失智的话，你忘记之后，你其实很难有那种轨迹去找出来，根本想不起来，根本想不起来。那再过来，你忘记，你有时候会忘记什么？哎，新的一些朋友的名字你可能会忘记，或者说你跟人家跟你约明天你可能会忘记，或是你刚今天去看病可能会药吃了一天，隔天呢病好了，你忘记要吃药。对。可是如果说是失智的话，你每天都要吃的药，你可能你可能高血压、糖尿病吃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发觉怎么最近都老伴，你早起有要吃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哎呦。那这叫弄，你可能已经都有习惯做的事情，现在忘记的话，那可能你的脑袋可能真的有退化。再过来，失智的人他有时候认知功能会障碍，对，当他自己记错之后，他还怀疑说是不是有人故意拿了我的东西，或是你故意不告诉我，你把东西藏起来，这样造成把钞票当成卫生纸丢掉。这个应该不会啦，这个应该不会吧？真的有啦，真的有吗？真的啦，新闻有，新闻有。那基本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他的朋友会蛮高兴一点。十八的把卫生纸当作钞票收起来，然后拿卫生纸去付的话，那这样可能是问题就更严重了。哎呦，所以这个是有阶段跟严重程度的问题，对不对？小杰，有没有刚刚所说的？我极度不是健忘那一群，我是失智那一群人。失智才几岁？像我见王华姐几十次哦。好，有的时候还，你还记不住她？不是，我有时候一见到她，如果你发现我今天说，哎，你好。就一定是突然忘记了他的名字。对，你这个记性啊，就像刚王医师有在讲，他到底是失智还是健忘？健忘，但是短期、中期、长期，失智是严重还是轻微？我真的完了。我们这个有没有办法来稍微判定一下我们现在的记忆力好不好？应该说哈，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说测试你现在短期的记忆力。好，就基本上现在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考题，说等我先给大家讲十个名词，十个名词之后，可能过三分钟之后会再来考大家。好，比方说，大家在这个情况下，你对当下的注意力跟短期的记忆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好，不要太快，先注意点。开始，来，彼得打喷嚏，识别证，橘子。富士山，58-2，三角形，红色，青蛙跳，罗马鞋，什么东西啊？大家好了哈，正常我们往下，没有其他的。好，开始聊天啦。哎，因为健忘的关系，有没有导致各位因为工作其实繁忙，尤其一人工作不能出差错，有没有因为健忘关系出错的经验？来，小杰先来。哦，这个我真的要好好讲一下，我要为自己平反一下。好。因为之前就录那个游戏节目，然后最近不是很喜欢玩那个，比如说前面讲完换你接吗？然后我真的就是记不住，可是我真的记不住。可是我后来就是下了通告之后，我就听到有人在 murmur 说，蔡小杰也太笨了吧，根本就是在装笨。好，停，暂停。请问他刚刚讲了什么？他没有在听。他没有在听。他的
表情就很认真，一直在对那十个。他现在罗马鞋还在，他讲什么？他讲的也不过就是他忘记一些事情的故事，我干嘛去记这种故事？但你要投入那个电影啊。待会我跟你说，王医师待会看到我的测验结果，会直接把我安乐死。有这么烂啊？很烂，会年轻，我也差不多了，够了，活得比较快乐，活得比较健康，绝对不会安乐死。你不用担心，还没有安乐死。所以你刚刚怎么样？讲完了没有？他忘了他讲到哪里了啦？我刚刚讲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记不住他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说蔡小姐实在太笨。对，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双旺季，对，就是要让内帕拉长一点。双旺季不是双旺季，对对，双旺季让内帕就镜头可以多一点。可是我是真的忘记，还有一次是有一次他就是玩一个游戏嘛，他就是贴在这边，我们本人看不到，可是别人可以看得到，他要拆上面的东西。那有一次因为不小心，就是他们那边后面做的太透了，就他们现场又告诉我说看到了不要讲这样，然后就贴上去。可是我是真的有看到，但是我忘记了，就是贴上来我就忘记了。该你回答答案是你忘了看到。对，然后他们就会说答案都给你了，你还忘记？他们就会说啊，都给你了，你还忘记？你这样不是演的是什么？那我会忘记的是，譬如说刚刚那个王医师的那个板子，他说你会忘记新朋友的名字，但是旧朋友，譬如说就算认识20年，我也常常就是。看着他，但是我叫不出名字，一时我叫不出名字。然后再回溯到记忆别的东西，譬如说电话号码，结婚到目前5年了嘛，我太太的电话号码是我这2年我才记住。啊，我觉得因为他早之前的都忘不了啊，没有，我觉得因为现在都忘不了，现在的记没有没有，因为现在的科技呀，它会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说我记这个根本不需要，其实没有必要。对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没用了就忘了。对，如果有一天你的，比如说你手机掉了，然后你知道在脸书上面说不好意思，我的手机掉了，那所有的朋友请你私讯我，把你的手机号码传给我。或什么？以前其实我们不会发生这种事。以前手机掉了，可能啊，那个电谁电话就直接打。但是现在也有太多事情要记，然后又有太多软体要帮助你。所以我觉得人反而会这个时候丧失很多自己原本的东西。对。哇，还真的侃侃而谈哎，真的，因为完全没有在记刚刚的。他自己死地于后生。没有记。第一个的名字是约翰。错。错。哎呦 ，OK， 是大卫。哎，小柔呢？我刚刚一直在听崇医生，然后小杰 Mountain， 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的健忘比较不太一样，我觉得我算是走错乱路线，错乱，我都会记得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我记得的是对的，比如说像工作嘛，因为比如说前一阵子啊，我公司人就说，哎，小柔，我们9点哦，我们要飞去长沙，那你要记得时间哦，说好，我当然记得，没有 OK 的，我就把它写在笔记本里面，写好了。然后当天的早上大概6点多7点，我的助理就打给我，就说：“哎，小柔，我跟你讲哦，你的那个护照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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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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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睡哦，我就心里想说，我心里就先纳闷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早打给我？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睡眠时间？我已经跟你讲，不要在睡眠的时候打扰我，因为我很需要睡眠。你这样打扰我，真的会很生气。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好，那我们就待会见哦。我就心想，好，待会就等一下，待会不是晚上9点吗？晚上7点吗？他说什么晚上7点？我说等一下我们起飞是晚上7点啊。他小柔是待会9点。我说什么待会9点？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说真的是待会9点。他说你回去看你的历史，我就跟你讲说是9点。后来我记成19点。19点，对，我就常常会在这种东西就会加一个一，或是明明我知道今天我要来南港录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到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我今天要来看昌明哥，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要跟 Mountain 见面，我就是会错乱，你知道吗？那个不是健忘啦，那个你得去这一盖，擦掉吧。好，各位时间到。板子拿出来，有没有板子写在你背后？来，这个是我的板子，每个人有一支笔，谢谢谢谢。因为他写了1、2、3、4、5、6、7、8、9、10，所以我们尽量是照着顺序把它写出来。不是，也是应该要照顺序。好，我们可以请后面那3位妈妈哈，其实他们可以帮我们看前面3位同学他的成绩怎么样。
其实我刚讲，对，其实基本上，其实这种考试哈，其实临场考现学现卖哦，其实反而你有压力。OK， 你真的现在来，其实写这个答案还是有一点时间限制，不是说无止境的写。对，那个小杰不用再出窍了，对，时间差不多了。对，你写两个跟多写一个，其实结局是一样的。时间到，你不要写了啦，先不要翻出来，来先不要翻出来。我现在讲我的答案，好，我刚刚也记嘛，他要印表印展现一下。但是我也不敢说全对。嗯，好，彼得有没有？彼得打喷嚏，对，识别证，有哈，有橘子，对，有没有？富士山是的，嗯，富士山完之后是80-2，哎，怎么87-2？不是，86-2，不是，58-2。我错了一个，对，58-2，对，三角，哎，我三角形讲过没有？富士山有三角形，对，三角形，像几个了？对，七个，三角形，颜色，红色，对，好，青蛙跳，罗马鞋，哇，来，答案在这里，答案在这，大家自己对一下，看一下你对了几题？潘朵拉，你这是谁？你这三个一个都没有，还是你后面什么？潘若迪呀？我忘记是潘朵拉还是潘若拉了，什么都不是，你看不是雨伞啦。好，来，一二，好，我们看对的了，好，一二三四，小龙很厉害，六，很厉害，七，对，他只有两个没写的不对而已，所以他答对了八个，他答对八题，八个，那你五个都对，有写都对了，对，我没有照顺序，有写的都错，没写的更错，啊，你是零，对，五个，哦，这个王医师，你这个要解说一下。其实基本上，这个说实在的，它只是考你现学现卖你的短期记忆力啦。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临时抱佛脚，好可以不亮眼光？可是我跟你讲，他考完就忘记了。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当主持人跟主播，真的这样的记忆力真的是要超强。但是如果说等下一题，我们也是背脚本，他也是看读稿机。其实说实在的，其实像我跟素清，我也是觉得我也最近记忆力不太好，真的说实在，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好是真的，所以我们说这种短期记忆力要跟什么？跟你以前比，或你之前可能高三峰，可能三峰什么都记得，现在只剩五个的话，那就是打了五折。哦，对，那还好，我觉得我可能有进步。之前只有记四个，你要说这样的话，这有没有十个单字要？比如说你达不到几个以下，一般来说啦，其实这些东西就日常生活化，你起码哈，就说你起码要五个以上，那你要八个以上的话，就基本上说你的真的是真的蛮厉害。那小杰这个没有一个，这该怎么办？我觉得哈，他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真的不太会记东西，第二个他就是在诈病。假装他都不记不得，他现在当兵是不是还是怎样？对。哎，可是我曾经有想说，我有去检查过脑科，天明是啊。哦，对。我有去检查过脑科，可是我是去检查脑神经内科。好。因为我说我有叫他看脑子里面是不是有肿瘤还是什么的。对。因为会忘记东西。应该说你得肿瘤机会真的很低啊。你是说对于记忆这件事情哦，你可能要一些学习的技巧。嗯。你看这些东西，基本上其实如果说给大家一点时间的话，其实它是基本上有一些技巧了。彼得打喷嚏，然后橘子识别证，对，哎，红色三角形，富士山58-2，五个这样子。对，青蛙跳，其实你一定要写，它是有关联性啊。所以像红色三角形，你就记得一个红色三角形，这样变出来就是三角形红色。那彼得跟富士山有什么关系？没有，彼得打喷嚏，自己想办法。对，其实哦，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哦，在做记忆的时候有两个情况很重要。第一个，你要在自己心情比较放松的，所以刚才其实。高山峰跟允杰他们打坐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这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哎呦，那基本上可是当你打坐完之后，他开始你问他，他又紧张了，紧张的时候就忘记了。反而后面的三位妈妈，不要以为生过小孩的妈妈就比较笨，他们现在其实很轻松，他们可以帮我们把问题，其实可以说你在适当的环境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所以小杰，你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帮你记忆的。好，来，方法。不过刚刚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自我测验了哈。对。那接下来，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太对的这种记忆哈，我们怎么样来改善它？来，我们先从这边来看。错误饮食习惯，来看第一个，喜欢吃油炸的食物。哎呦，我好爱美食，好爱。小柔说她好爱，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控制狂，我控制到什么程度？你如果是我男朋友，我一定会知道你所有的身份证字号、你的生日，然后你的地址、你的所有东西，我都要背起来，我才会觉得说哇。
你在我的心目中的重要性。老公的身份证字号末三码是。4605。哇，我以前是保单号码，保单受益人是，这是我。我以前是这种这么控制的人哦。哦。然后就后来因为就是有一阵子你知道就懒嘛，单身没事，然后就也懒得出去觅食，都是用叫炸的，反正就附近的什么盐酥鸡炸一个就回来吃啊什么。哦，真的吃着之后每天都吃炸的。哦，那一阵子真的所有东西都不记得。哦，差不多我记得24岁到27岁，我的饮食都是油炸的。我那一段记忆真的是空白哎。是哦。现在我也都想不起来我24到27岁的记忆的东西，基本上是零。25岁以前的确每天都要吃炸的，而且三餐都要吃，早上要吃炸鸡块。然后中午的话一定要吃一个就是炸的很花枝丸或者是鸡排配上一碗饭，晚上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找不到想要吃什么的话，我就会去买很营养的咸酥鸡，因为里面还有什么四季豆，四季豆也是炸的，然后哪里有营养咸酥鸡啊，哪间店叫咸酥鸡都是垃圾，但是我们爱吃，但是没有营养的咸酥鸡，因为里面也是有一些蔬菜的，然后蛋白质炸鱼，对，然后以前在25岁以前每天都是每天都吃，但25岁之后，一个是因为那个体型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好像记忆力，我那时候不知道跟记忆力有关，只是觉得停吃了之后，好像现在有稍微好一点点。现在就好一点，那现在好一点。天哪，一个都没答对，说现在有好一点。以前更惨，以前不敢作弊，因为看了别人的答案回来就忘记了，然后懒得看了。对。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什么都忘记，你很快乐，对不对？好，但是呢，吃油炸，其实油炸它因为是算是重咸，对对不对？因为那味道要搭配嘛，它跟我们这个记性、记忆力的伤害的关联性是什么？其实哦，我们常说我们脑袋哈，它这种神经细胞，它本身需要一些油脂类，那基本上你要有好的油脂，对，那这不好的油脂炸出来的东西，它基本上容易造成油脂变性，那油脂变性之后，它没有提供好的营养，那这些油脂的变性会产生自由基，那自由基会造成我们这脑袋里面很多的伤害。刚我们提到说，四肢当中有很多这种变性蛋白的沉淀，那这种沉淀就跟自由基有关。那之外，如果说你本身都吃那种重油重口味，你如果血管本身会阻塞的话，脑袋里面的血管，我们常说心脏、心血管跟脑袋血管都会受伤，受伤之后你本身的记忆、脑细胞都会受损。所以说，其实要照顾你的脑，饮食的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用好的油炸就可以了吗？对，好的油炸都很难油炸了，好的油炸可能比较适合凉拌的。好 ，OK， 我们这样讲好了。他可能说，例如用耐高温的，好了，对，葡萄籽油啦，或者在家里自己炸一次而已。那基本上如果这样子的话，在它的发烟点以下的话，基本上这样子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我们身体要需要一些这种必要的脂肪。那基本上你在好油的话，基本上可以供应脑细胞一些好的脂肪，这样是 OK 的。真的吗？其实跟频率有关。如果说你每天每餐是每餐都用好的油去炸，那一样还是吃到很多的自由基，对，因为其实只要油一发烟一冒烟，所谓冒发烟点就一冒烟，其实它就会产生一些微量的自由基。那当然你有所谓的解毒系统，如果你不常吃，那当然你可以解毒得了。但是如果你每天吃，那就算用好油，那只要一冒烟常常吃，其实你还是会累积伤害性还是有的。而且即使你都用凉拌的，也要看量。对，因为频率之外就是量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讲的失智症啊，有一大块叫做血管性失智，血管性失智跟那些三高是很有关系，而三高就跟你肥胖热量控制有关，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哦这些好油我假做贼，赶快会中，要控制在30%以下了。但是有另外一群是小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你说有的校园外面还就一都是油炸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吗？他们之前呢，你会现在比如说现在过动的小朋友有一群，他们其实不只是过动，他们常常有注意力缺乏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学习成。成就上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没有办法专注，我当然学不好嘛，所以他们就会记忆力也不好，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 focus 在我们应该记的东西。然后之前他们就有中医师，他们去做一个研究，就说，哎，你知道什么东西会对这些过动的小孩有影响啊？以前我们都说什么人工色素啊，都说甜，可他们发现他们中医叫做两种饮食对小朋友的过动可能会是恶化，它叫做肝以及肥。肝肥，肝你就很容易了解，就是甜食、精致。可是肥，他发现油炸类食物对于小朋友来讲，如果你摄取过量，他一样对他们这种专注力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他记得他门诊有个小朋友，那最爱吃的就是那个炸鸡排配
珍珠奶茶，就是他最爱的搭配。啊，那小朋友就是天天这样吃，然后整个吼就是老师都受不了他，因为就坐不住，然后每天都忘记功课，忘记写啊，什么东西都忘记，忘东忘西。那终于跟他了解一下，就跟他说你要戒肝肥。就是油炸类的食物跟甜的食物要戒掉。戒掉之后，他说大概隔两三个月，再配合一些中药给他处理。他说小朋友就整个功课就会很明显的好转，因为他坐得住，然后也记得住。那就怕有些人还是戒不了油炸的食物，那饮食方面要怎么样注意才能避免记忆力受到伤害？我来讲一下小杰刚很营养的那个学术。对，其实呢，我设计的这四大类的食物是有目的的。前面两大类呢，其实是要排不好的油脂，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吃到很多高油炸的啦，或是难免去朋友家吃到啊，那因为通常油脂它需要纤维去把它赶快带出去，所以如果说，哎，你今天真的吃很多油炸，你隔天我建议你第一个水溶性膳食纤维高的蔬菜其实要多吃。那第一个，比如说像我这边举例出来的是大家比较不常看到的啦，比如说像黄公菜那种黏黏稠稠的蔬菜，或者是说像秋葵、水莲，或者是说我这边没写出来的海带类的，其实它是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高的，它可以帮助你赶快把一些不好的油脂赶快把它代谢出去哈。然后全谷类也是这种全谷类呢，基本上它在所有的膳食，就是在淀粉里面膳食纤维算高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欢吃油炸，你可以比如说吃一些超薏仁甜汤的啦，或是紫米汤啊，这种来做一个均衡的搭配，帮助你把这些是不好油排出去。那不好油排出去之后，你要提高你自己的抗氧化能力，所以你可以用莓类来做一个补充自由基的方式，所以从草莓啊、葡萄啊、蓝莓这些都可以做一个补充。然后另外呢，我建议如果常常吃油炸的，你不要再搭配，你知道油炸好朋友就是甜的饮料，对对对，那尽量搭配的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汁，那不要搭配的是就蔬果汁，哎呦，那个油炸一定要可乐或雪碧，对哦，不是啤酒，没有人吃咸酥鸡配芹菜汁，没有人这样，听起来是弱了一点，对，但是我这样说好了，如果说偶尔搭配一下咸酥鸡加可乐，对啊，你偶尔搭一次，但是你隔天可能就要用一些解，可以啊，还要说。起码这是一个缓解的好方法吧，因为你不可能宵夜买咸酥鸡还特地去那个蔬果汁的话，你隔天吃正餐蔬果我们多吃一些，对，就挤掉，对不对？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油炸的食物，对不对？还有第二样哦，第二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就是经常性激烈的减肥，激烈，对，例如一个礼拜我就要减个2公斤，啊，这叫激烈了，对不对？啊，过一阵子又来一次，对。其实像我是常常激烈性减肥，就是吃的很少，非常非常少，所以我只要每次节食减肥的时候，我脑袋就会放空，就是空空，我觉得。大家应该常常这样呆呆的，就是没有，只有你哦，只有你没有，真的会这样，就是你只要少吃东西，你脑袋就是很混沌这样子。然后我有一次去邮局，是想说要去缴钱，还要去寄东西，一大堆东西哦，我都已经放好一个一份一份都已经整理好了，就会到了邮局，我只记得去寄信，然后走回家之后，我想说，哎，我怎么这么多东西还没缴，该缴都还没缴，我就觉得奇怪，我的脑袋。我站在那边干什么？我们常说比较健康的减肥，大概一个月啦，大概减1到2公斤。那这样减法，你身体会去慢慢的适应。可是到你们要激烈减肥，可能要一个月减个5公斤，那时候你可能都不吃淀粉，对，不吃油脂，然后只用蛋白质。那我们给他一个观念，我们的脑袋哈，我们的脑袋只占我们身体的体重到2%。可是你身体当中一天的热量20%要用在这个脑袋上面，它用的热量里面，它只能用什么？葡萄糖。所以你不给他淀粉的话，他就没有那个能量，他的脑袋就会慢慢运作越来越慢，就像那个什么妈妈一样，就开始没有办法记东西。所以说你如果不吃淀粉，雅雅妈的话，你都忘了，意思是雅雅妈。哦，不是啦，他不是记忆有问题，是视力有问题。不是有别名牌吗？来，那当你没有这个淀粉，是不是你的脑袋是没有办法运转？所以说基本上血糖过低的时候，王医师脑袋也没办法运转。不还好有吃饭的话，基本上就会好一点。所以说，基本上激烈性的减肥真的会让你脑袋变笨，这真的很重要。而且我们说，脑袋的伤害有些是不可恢复性的。当你这些神经的突触受损之后，你以后要再接起来的话，其实很难接。但你对记忆、思考都会受很大的影响。那还有什么减肥方法要提醒大家的呢？第一个吃肉减肥法，刚刚大家都有提到，就是因为吃肉没有淀粉，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我要提的是它比较潜藏性的这个危机，就是说，通常吃肉减肥法是这样，因为吃肉减肥法你没有吃淀粉，所以相对的你会容易饥饿。所以通常我们病人在吃肉减肥法里面，他会选择比较偏向是红肉类的。为什么？因为红肉类它的油脂
脂比较高，所以他吃了这个红肉之后，他会觉得有饱足感。所以相对来讲，你会发现你在所谓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会比一般人多很多。所以刚刚其实王医师提到一个所谓的血管性失智，就跟所谓的中风有关。所以这一群人其实他潜藏性的危险其实是很高的，就是他可能未来可能会跟所谓的失智是有关，而不是只是健忘。所以如果你长期都是用这个吃肉减肥法的话，那节食呢，其实一般人就是吃的很少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淀粉其实它最后转变成葡萄糖，是我们脑部唯一最快速供应能量的来源。可是淀粉在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其他的营养素来支援。所以如果当你在减肥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啊，我用喝的就好了啊，因为喝的到最后又转变成葡萄糖。可是事实上那个转换率很低，因为你没有其他的蛋白质，没有脂肪，没有其他的维生素进来转换。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节食或是喝饮料，其实它的那个都会影响到你的记忆力。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当你白天吃很少晚上吃很多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在减肥里面，也会影响到记忆力。因为你白天其实都是在工作，都是在你的工作最主要的一个状况，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而且你白天你用脑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你吃太少了，你的能量不足的情况之下，你晚上又吃很多，晚上其实你就快要睡觉了。其实你吃越多，其实你容易越觉得头晕脑就是头晕啊，然后而且很容易就想要昏睡。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吃法也会让你造成，就是你晚上如果要熬夜，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有这样子因为激烈的减肥而导致我们记忆受损的案例吗？其实有知名的案例，第一种是吃减肥药的，其实包括以前那个含西部曲名在内的，其实有些人吃了之后记忆是受损，而且不是短期就严重的受损，这是有的。那第二款最常见的是那种女生的，有一些就是极低热量减肥，还好会把就那种所有东西都要过油，一点过水一点油都没有，然后她又吃很少，然后又减热量。之前有一个女生她就这样吃啊，那她的工作是类似公司，她就要负责那个记账相关的，他们是弄小公司，所以可能弄总务跟会计什么，就他一个人嘛，就要记账。那你知道吗？他因为开始极低热量减肥，然后又什么东西都过水，他短期在一个月他就瘦了3公斤，然后他就一直那个，到了第二个月，快第三个月的时候，是老板受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要加班，对他的账都对不起来，因为他老是会记错，因为他开始搞不清楚嘛，因为那些要记精细的工作他做不来。然后说你这样再下去不行，你现在很像人家嗑药了，就很恍惚在工作，像一个游魂。就跟他说你不行，你一定要维持一定的热量。对，那所以减重的话要吃对的话要什么方法呢？有没有？其实减重最主要，如果你真的不要影响记忆力的话，淀粉一定要吃。但是通常减肥人都会跟我说淀粉是觉得好像吃了会怕胖，那我都会要求他至少你白天要吃淀粉这件事情，在减重的时候至少你白天不会一直觉得记忆力不好，所以白天一定要吃淀粉。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记忆力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它是多方面的，所以每一餐它其实必须要具备除了淀粉之外，它必须要具备蛋白质的东西。那这两个它要在代谢的过程里面，它需要有 B 群，所以你必须要有蔬菜跟水果。所以你通常减肥，如果你记忆力要好的话，其实你每一餐都要至少要有淀粉、蛋白质、蔬菜、水果这几个元素在。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吃太饱了，因为吃太饱确实会影响到你的记忆力。然后最后其实提醒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减肥，你发现你这段时期你记忆力不好，通常我会建议他补充两种东西，一个就是鸡蛋。好，因为鸡蛋里面其实有卵磷脂，那如果它是属于真的它的体质是会让吃太多蛋会引起胆固醇过高，那我们建议就是要补充豆浆，那豆浆里面也有大豆卵磷脂。但是如果你补充鸡蛋跟补充豆浆都要适可而止，不要吃8颗鸡蛋或者是9颗鸡蛋这一种，这个就是太多了这样子。对，好，然后这个部分呢是饮食方面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行为，我们要修正的。生活习惯也有错误的部分。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就是可能睡眠不足。常见吧。你尤其Mountain 拍戏，那个睡眠不足就家常便饭，对不对？常常。对啊。现在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我后面的这个人妻妈妈团们，一定应该也是常常属于睡眠不足。带孩子这个现象，对不对？对。啊，允杰，你除了饮食这样子，你的睡眠？我不是故意睡眠不足，但我真的睡不着啊，因为我不管是今天中午起床还是早上，是有时候外景嘛，4点就被叫起来了，就要去集合。
可是晚上还是要等到三点才能睡着啊，就是一直翻来翻去翻去，然后羊都不知道数到第几只，很想骂羊说你到底数完了没，我要睡觉了，到底有多少只羊，对，到底有多少只羊，对，然后我就睡不着，等到我再开灯起来看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然后就没办法，因为你越逼自己睡就越没办法睡着，然后就开始又起来啦，看电视啊，弄一弄弄一弄，差不多3点多就会想睡觉了。然后之前也吃过一些辅助的睡眠的东西，比如说像之前很流行的那个什么褪黑激素，然后跟一些会偷妈妈的安眠药来吃，但是都没有什么效，反而隔天真的睡着了之后的隔天吃妈妈的那个安眠药啊，哦，好离谱哦。连钱包都忘了带，坐计程车没有钱付，然后还那个就是经纪人又还没到，所以就想说完了，我还跑到三立楼上，那时候录外景，我还跑上去跟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借钱，我说等一下就还你，然后忘了跟谁借。哦，这个没有，现在马上还，就是经纪人一到，我就赶快冲上去还钱给他。所以就是睡眠不足，已经对我来讲大概有10年了。这个我们最有名的实验叫做剥夺睡眠啊，曾经在24世界大战或是后来有人都让人家都不要睡觉啊，用任何方式让你不睡觉，我告诉你，你的脑袋最多只能撑7到8天之后，你就会倒地。可是当你被醒来之后呢，有一段记忆你会记不得哦，就比如说我们的脑袋，说在脑袋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个说，其实它是需要睡眠的，只是说现代人的缺点是睡眠时间不够，睡眠品质不好，对，睡眠入睡的时间不对。其实我们脑袋其实跟我们的肝胆一样，基本上都在11点左右的时候，它脑袋是要开始进入休息状态。可是那时候如果你开始有睡眠的话，所以隔天早上3、4点，你只要睡到5、6个小时，你的品质会很好。可是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长期下来你的脑袋没办法休息，基本上你的记忆力一定会受损。再过来，我们每天经过那么多事情，什么时候是要忘记的，什么时候明天是要做的，什么时候是下礼拜有通告，什么时候借的钱下礼拜要还，在我们在睡眠当中要去做一种排序的动作。当你的睡眠如果不够的话，你这排序会乱掉，所以隔天呢会把下礼拜的事情搞到昨天，就明天的事情又忘掉，所以基本上这个睡眠的品质让你的整个记忆才会变得非常的好。那安眠药到底会不会伤害记忆？一般来说安眠药分几种，如果它是简单的导眠药的话，基本上对你的伤害是比较少的。可是如果说它属于让你能够不能够睡到熟睡的话，基本上它就会有记忆的。所以说有一些药，为什么有人吃到之后他晚上会起来梦游啊，偷食的东西啊，基本上它是会造成一个伤害。所以说安眠药这个问题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控制下，如果你让你出现有些副作用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做讨论做调整。或者是饮食习惯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其实如果饮食习惯影响到睡眠，其实都是在你在睡前的那一餐呐。通常我们比较看到就是说喜欢吃宵夜的人，因为有时候吃宵夜刚开始吃宵夜的人会觉得很好睡哦，因为他觉得就是吃得很饱，饱饱的很好睡。可是隔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你就会有所谓的国人的疾病嘛，就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所以其实后来胃食道逆流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睡眠品质，就后面的睡眠品质就影响到你早上起来，就是其实你也就睡不好。那睡不好的情况之下呢，早上起来睡不好就会压力大，压力大之后呢，你就会怎么样？就是会暴吃。对，所以其实它其实有点像恶性循环。所以每次在诊间问他们的时候，都是从晚上吃宵夜那一餐，从第一点错就开始一直唠一整天这样子啊。现代人会发现，他们以前都会觉得说，脑应该就是越用越健康，对不对？对。可后来他们发现，有时候过度使用形成就是这种脑过劳的问题，就包括你就是一直都睡不着，你的脑袋没有关机，那这个东西也相当程度会影响你的脑袋健康。之前有个医生说哈，他遇到一些现在年轻型的，就是轻度感觉已经有轻度认知障碍，就是最离谱的一个个案是，他大概只有40几岁，那个女生就是算是一家外商公司已经主管级。那可是他们可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他本身就是几乎都是日以继夜在工作，每天睡眠的时间可能都只有3、4个钟头。他说他为什么会去看他呢？很简单，是因为有一天呢，他呢提着他的东西累得要死要回家了，然后他回家突然间到了他们可能他常常去的公园好了，他突然间想不起来他家到底是哪一栋，这很严重耶。这个时候是他家人就打电话说，今天怎么还没回来？然后他才说我在公园。然后他出来想说，你为什么这么晚在公园？然后他就哭，然后我刚刚我想不出来我们家是哪一栋，然后他就好担心了，因为他很担心他是失智症。后来去那边，医生就说你可能因为睡眠不足，加上你长期的过劳，造成你这个脑其实也算是在过劳状态，你都塞了你们公司的东西，有些东西一时你就突然间脑袋抓不到它就宕机了，那你只要适度休息就会好。对， OK， 好，那除了睡眠不足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也是蛮无奈的，我生病的时候还得要动脑工作。谁不是这样的？生病了，我们工作不做吗？上班不打卡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对，我最近其实蛮严重的耶，因为我小孩得肠病毒嘛，然后你知道当妈妈就会被传染，因为你跟他很近距离的。然后后来我也被传染，那被传染之后，你就是整个记忆力就是衰退啊，然后你又要忙他，然后就可能要蕊通告，或是甚至要跟你交代工作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会记不起来，完全记不起来，就是电话一挂掉，他开始讲什么？对，所以我现在我的经纪人他都是跟我讲完电话，他会在。打一篇他刚才讲的东西再给我。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你真的比如说耳膜破掉了，你还是得要下海去做。你有曾经想吗？有，就是有一次耳膜已经破掉，第二次。你人生好悲惨啊！你好丰富的阅历，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已经破掉。有一次是那时候是夏天，然后外景特别盛行，然后就已经破了两次耳膜了，然后就破同一边，所以那个已经没办法修复，已经是破的。可是你当下你知道。很痛，但你还是必须下水。然后我就再跑一次，再下水的时候，然后我起来，我就告诉自己说不行，这时候非常专注，因为你要专注，你才不会再受一次伤。可是你一旦你有生病或你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那个记忆力跟那个专注力还有一些情况是比现在我已经很差了，比现在还差，所以更容易受伤。所以我每一次生病啊，比如说还要到现场，比如说现在头很胀痛、很晕或很不舒服，现在人在发烧的状态，像我现在在过，就是整个人对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一起床就是整个人发热，然后现在就讲话一阵冒汗。你要不要结束去挂急诊或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你很集中的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做完之后，因为我很常有这个经验，做完之后你一放松，你整个人是好像你所有的脑细胞在今天这个工作里面全部用完了，死了，全死了，全部死了，然后日复一日的在死脑细胞，然后到最后就会觉得，其实在生病的时候还要工作。反而要花大概很多的时间去恢复，对。其实生病应该在家休息，好好睡觉。你这样如果能够睡觉，你的身体的病才会好。可是这时候你身体没得休息，你的脑袋还要为这个事情，你知道什么叫动脑？还要特别想案子、想企划。可是你这时候等于是劳累中在加强工作，所以基本上一定会伤害。至于说会不会说造成记忆力的永久伤害，有时候你知道是。偶尔生一次病，偶尔加个班，偶尔用点动脑，应该还好。可是如果你一两个礼拜长假来一次，一两个月都来一次的话，基本上你会发觉你可能你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差。做完之后可能五题，等明年你来做的时候可能只剩下四题。那小杰你怎么猜都不会猜对，知道吗？OK， 是不可回复的吗？基本上它有些伤害，我们常说其实。我们的脑细胞基本上它的伤害是不可恢复的，可是如果不是那么大的伤害，它可能还是可以慢慢修补的啦。当然，如果真的是太严重的话，就是它如果没死就还活着就可以撑，它如果死掉就没办法，对，它只是残废而已，还可能救得回来。因为那个突出的神经细胞，其他细胞蛮特殊的，真的。OK， 哎，不是，在以理我们这个。大家上班族也是无奈嘛，我们是领人家薪水，怎么可能说哎生病人力不足你还是得上工，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办法靠一些什么其他的模式让我们降低伤害？所以这时候呢，因为生病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胃口，那有时候真的吃不下，或者是说你生病的时候呢，你确实会比较疲劳，那你要迅速补充能量。什么叫迅速？就是说你可以迅速得到葡萄糖，这时候我们就不要求你要吃一些干饭或什么，反正你吃这种比较糊化的东西，粥类的东西，那它比较就是比较偏向你可以用白粥，然后用一些蛋。就是像一般如果你在外面买得到的话，像一般麦粥不都会煮一颗蛋是吗？对，我觉得那个是生病真的要工作的时候最好的补充。为什么？因为它有淀粉，那淀粉是糊化，它可以迅速补充葡萄糖，短时间内你还 hold 得住。然后另外呢，还是蔬果汁，还是吃的越营养越好。这个是其实没有，因为有时候，而且这时候其实不要撑了啦。这个饮食是让你大概撑个两三个小时。比如说你已经生病了啊，本来应该五点就要下班回家，可是因为你要加班，所以你其实还要再撑个三个小时。那这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吃。那蔬果汁其实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第一个啊，它除了 B 群之外，它有水分。那通常你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水分。再来，你脑袋清楚，其实需要补充水分。所以这个三个组合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熬夜加班，你又不舒服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可以建议可以吃。OK， 好，那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啦，但是真的。
不得不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下。对，那如果我们要提高记忆，然后不会容易健忘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吃？哦，这很重要啊。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哦，真的是油炸的东西、高温烹调的东西，确实要少吃。为什么？因为这个会让我们体内的自由基真的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好，所以基本上不要吃这些东西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抗氧化的东西要多吃。那一下我们现在国人的营养调查里面发现，我们的蔬菜量成年人都吃不到一碗，所以基本上你最主要的 B 群你几乎都摄取的不足啦。我觉得蔬菜水果这个可能你记得自己要记得，就是一天可能要达到三碗的蔬菜，两碗的水果。颜色上倒是可以选择在脑袋，今天讲要健忘嘛，脑袋上是可能可以选择比较偏向深色一点的，深色比如说深紫色的、深绿色的，然后或者是深红色的，这些对颜色鲜艳一点的。然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其实啊，我觉得那个人格上的特质有关。你会发现啊，容易健忘、压力，其实都是压力大，然后让你的其实压力大，你会消耗很多的 B 群，也会消耗很多的糖分。所以我觉得可能要适度的休息，然后不要太紧张。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会发现你记忆力会慢慢慢慢的好。其实你在最忙碌的时候，你记忆力是最差的，因为你要记太多事。脑跟我们身体其他器官一样，我们叫做用进废退。对，所以呢，虽然我们压力不要大，但是脑不能废掉。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他一天很多的时间都在滑手机，可你要知道，你这个滑手机或你在看肥皂剧的时候，你脑好像有在做事情，没有，因为他在做最简单的，完全不用接收，不用思考，不用锻炼，只有接收跟这样，在浪费时间。他们发现，如果你太常看这样的东西啊，其实你的脑力是会减退。对，所以要看像我们这样节目，因为你要思考，对，你要思考。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你要小节力，要赶上昌明。所以第一个，你要看那种不用思考的肥皂剧啊，你要小心。对，第二个就怎么样锻炼？那看我们节目好重要哎，对，充满思考。你要想，你要有互动，有想。对。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啊，像刚才高山峰讲一个很重要，我们太依赖科技，所以我们忘了我们脑本来可以做的事，所以偶尔还是要自己去。哎，不要只仰赖那个，自己要稍微记一下，像小柔一样，自己喜欢的人、自己的家人这个电话什么，要记得时时提醒自己去那个锻炼自己的记忆力。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哈，他刚才讲的真的适时的，吃一些正确的东西。那像银杏啊、大豆软磷脂啊这些市面上号称的，市面上号称可以健脑的，现在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就是银杏，那银杏之前已经经过那个大规模的临床实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想用它来对抗什么阿兹海默症，那是不可能的。那唯一有可能是有一些血管性失智症。那如果你吃的是一些银杏叶的萃取物，它因为可以增加循环，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效不知道，因为临床试验显示应该没有太大的帮助。对，但是可以帮助你循环呐，末梢循环。好，好，就是手脚比较不冰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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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哦，末梢循环。好，那另外一个很流行的就是大豆软磷脂。可是大豆软磷脂，是啦，确实它是我们脑细胞组成很重要一个部分。但是刚才那个怡理有跟大家，大豆软磷脂它教你吃的东西都有啊，比如说鸡蛋跟大豆都有，不用吃。所以你们保健食品那额外吃的不需要，量够就有了。吃个蛋就够了。老实说，那很足够了。其实老实说，还蛮足够的。如果你有喝到一杯豆浆，吃到两片的那个豆干，或是一杯豆浆，然后一块豆腐，其实这么容易啊，这样就够了。很容易啊，干嘛要每个月多花钱去买那个？对，对呀，对。好，我王医师，怎么样训练我们的脑力，增强记忆力？来。应该说了，其实刚综合大家的各专家的经验，第一个生活作息要正常，饮食要均衡。那这块要记得要动动脑，我们脑是要训练的。那这块他说越动越活哈，对，没错。那小杰就像你睡眠不好，先跟大家讲，大家在睡觉之前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不要再玩手机，不要再接触蓝光。当你睡眠睡得好，能够十一点之前如果能够去睡的话，当然大家是最好了。这样的话你的记忆才会好，真的这几点当然给大家做参考。对，刚刚那十个大家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彼得打喷嚏，是小子，橘子，后背是老师，还有发表情的红色，千万给罗马杰，好不好？现在不准，现在不准，现在不准，就像考驾照一样，这个是不准的，不要重新出。对，今天他还要训练一下脑力。对。